让我们来喂给小猪佩奇。小猪佩奇来吃面，再吃一块肉，要多吃蔬菜哦。再把鸡蛋给小猪佩奇吃，喂一些汤给小猪佩奇吧。小猪佩奇好像吃饱了，这里还有一块鱼丸，不要浪费哦。小猪佩奇把拉面吃得好干净啊，让我们把碗也洗干净吧。把碗放到水里面，这样子碗就洗干净了。